今次 TCE 收購行動可以用四個字嚟形容：一塌糊塗。未曾收購成功，已經激起民憤。點拆呢個炸彈？其實要拆彈唔難，外邊一口咬定我哋成功收購之後，擁有市場佔有率一半以上，變成寡頭壟斷。 我哋一定會壓榨我哋嘅用戶，個個都會變成輸家。只要我哋同大家講，我哋收購成功，個個都一樣可以變成贏家。到時炸彈變銀彈，嬲爆爆都會變成笑話。邊有咁多贏家啊？係咪？你繼續。向公眾宣佈，只要批准我哋收購 TCE， 我哋會承諾所有軟博電信嘅用戶都可以免費任用我哋嘅流動網絡數據。免費？你知唔知流動網絡數據係我哋最賺錢嘅項目之一？免費任用，我哋嘅損失將會係天文數字。自從聯合國將杭州西湖列入人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之後，杭州政府一直都冇收入場門票，表面上好似好傻，做緊蝕本生意。 咁佢哋靠咩賺錢呢？就係靠佢，因為免收門票，人哋覺得好着數，於是乎一窩蜂咁入場。每年嘅遊客有3000萬人次，杭州政府淨係收賣水嘅商户攤位費、服務費，所得嘅收入已經多過賣門票，仲有賣食物嘅、賣紀念品嘅，諸如此類。 總之背後係商機無限。你嘅意思係，我哋賺廣告商嘅錢 ？Exactly， 免費任用數據只係拋磚引玉，用戶量先至係我哋最大嘅資產。到時我哋就可以進軍網購業務。好，夠大膽。點解你會前一個嘅？你好唔舒服喎？你啊，等陣，我兩句啊。等陣，唔好影啊！ 冇影啊！冇影啊！俊太，俊太，成天啲相機望落傳落去，想撳都撳唔住。丹，無論如何，你同我即刻帶蔣俊翻嚟。知道，俊生。你諗定點同外界解釋？我要揾個相熟醫生幫手，話佢唔舒服啫。 你當啲人傻㗎？究竟阿Lu發生咩事啊？點解會咁㗎？所有人出去！你係咪一早知道阿Lu掂毒品？ 点解唔同我讲？我唔想烦你啊！个仔压力大，所以佢咪谂住咁样去减压咯。佢应承咗我话戒噶。戒？咁点会俾人影到相啊？就算阿Lu要食，佢都冇理由当街当巷引人影噶。一定系有人有心整佢噶。Lu真系唔成器。 阿米高嘅幾班啊！成天，阿Lu只係做錯少少事啫，你咁就放棄佢，人心難測啊！係啊，好緊要，佢俾阿爸簽咗佢。哦，俊生，我轉頭幫你俾佢啊，我而家好肚痛，我洗個間先嚇。你對阿媽咁好做咩？你唔係話佢係頂心插眼咩？佢今次翻嚟好幫得我手。 我好满意佢嘅表现。阿Mike，肯靓仔，最惊佢就系叻过头，养狼狗咬心口啊！我揾佢翻嚟帮阿Lu，但阿Lu自己唔争气，我可以点啊？阿Mike唔可以唔防噶，佢始终唔系一条长出养唔熟噶。阿Mike系咩人？我好清楚。你点会清楚啊？佢根本就唔系姓长。帮唔到我，亲生仔都冇用。我系提醒你，亲疏有别啊！阿Mike始终唔系你嘅亲生仔，佢系野仔嚟噶咋。 你而家睇緊 TVB USA 官方頻道，唔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就快啲 subscribe 啦！